水珠轻轻落在菜叶上，阳光照亮整个绿园圃。这可不是什么郊区体验菜园，这是天母天山里的微笑农场，一个让城市菜鸟农夫学会翻土、育苗、调配肥料的创意试验场。上面本来是太热，很难长起来，那边每天都要研发，它奇怪怎么不出来。后来是一回我们把它稀释啊，哦，分比重啊，把有土松土啊，慢慢用出来，它菜就长出来了。哦，楼上的菜反而种得更漂亮，比楼下更漂亮。木瓜、苦瓜、蛇瓜、茄子，里长带着李民们一起跟专家拜师学艺。从104年开始打造这一座社区微笑农场，透过实地经验还有丰富的课程，吸引越来越多的李民报名认养种菜。而为了容纳更多城市农夫进驻，天山里才隔了一年就马上加码开辟李民活动中心的绿屋顶种植作物。从简单的叶菜类，之后更进阶到难度更高的水果类作物，甚至打破了众人的疑虑，成功在屋顶上栽培木瓜树。种菜啦，还有这个除草啦，还有施肥啦，看着这个植物的成长，我心中每天就很高兴。我经常会上来这个我们农场啦，来看看这个花草还有植物的成长过程啦，就回想起当年的童年。生活。小范围的耕作，轻松又有趣，不屈不饶的开创精神，让天山里借着挑战新品种，相互讨论与经验交流，打破城市的冷漠印象。让园圃新芽不断的同时，李明的感情也在日常园圃事务中成长茁壮。